乡的南山国小，我们继续玩吧。这里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到达的地方呢，哦。也还好啦，好进去吧。哎，你们两个在干嘛？你进来直接操场。而且我喜欢它的草，操场中间的那个草皮。好绿哦。对啊。话题是探险号，哇，这么大台，对啊，好酷哦。妮妮安娜，我要坐，有办法翻过来吗？妮妮呀，我可以有跳的，啊，好大的树哦，对啊，大树，大树爷爷啊，这是你们的大树爷爷是吗？你们知道他活多久了吗？我想应该也是啊。我当然相信是真的。你们还有藏玩具的？藏玩具？藏在哪里？你们看我的，你们看这边吗？大家看到。好，林先，我们来玩船好不好？好。可以。出去。我李若雅，你会拍？你不会在这边玩鬼抓人吗？好玩。我踢鬼抓人。可以呀，耶！这大家看到你的影片，我有看到小心里面的，我真的爬上去，哎，我不行，就行，那可以用这个，确定？对，我也认识你呀。哎，道具组，你再蹲低一点，再蹲低一点，好够，前进，前进。再前进，再前进，只差一两个，只差一两个了。好，成功呀！你好强啊！五年级木头教室，好帅啊！你看，我们都把雨伞放外面。我也想拍摄。这边是四年级、三年级。你是杨明白吗？那是幼稚园。没有围墙哎，就可以出去了。校门口在这边。这已经是尽头了，走过去。跌倒了，被车撞，要吵架。这边小朋友好嗨哟！各位，准备了吗？预备 ，Go！人心好快，而且脚踏车的跟来了，一二三，睡美人要睡觉，太难，他们做不到了。一二三，木头人，有没有人动？谁回去？小花出去。小花到最后面去，手动了出去，你的下面，你的心手也动了，你也动了，啊，你眼睛扎了，眼睛扎也算哦，太严了，他下了回去，这全部都回去，地狱级的一二三木头人，回去，你们不能笑啊，木头人你们就不能笑啊，我来喊哦。一二三啊，木头人！李娜回去，小花回去。一二三。李娜，冷下了啊！你讲话了。这魔王很赖皮。一二三，哎，我喊一二三，你要趴着。一二三，木头人。回去。一二三。一二三，木头人。回去，一二三，木头人。回去，把他又点名的，一二三，不能，一二三，摸到了，快跑！
快跑！停！我完全不知道我在玩什么。谁来救救我？我喉咙都快沙哑了。当鬼剪刀石头布。好，石头当鬼。准备了，一二三，开始。好，小弟弟死了，小妹妹死了，大妹妹死了，你弟妹他死了，三零零三零零死了，快啊，赢了，他跑掉了，超快，超强的，好玩吗？根本是逃亡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跟爱看，我以为他会被甩掉。各就各位，我这里，预备。还没，我还没说。Go！ 今天的南山国小好不好玩？好玩。最后我们要说什么？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开始。不要，我的鞋子掉了。我不想玩。